看这摆摊的，十二点啊，十二点差几分钟，人很多，这边天天摆摊，很多人问天天什么时候摆摊啊，天天摆摊。天天摆，你想买啥都可以，啥都有啊。你包给两块钱拿走，就是没有好看的玩意儿。奶奶，认识我吗？你好，不认识吧？不认识吧？我认识你就行了。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。你咋那儿咋会这么过来？我十二点吃饭过来溜一圈，来照顾你买卖行吗？好了呀，包圆啊，包圆啊，先。不让不搭着过。这是个什么牌子？哎，可能就那个黑的没电，就那个黑的没电。黑的没电没事。试试那不用试，不是，我要电路板，我不要这个机器，这不支持快充啊。这个里头可能没电。这个不支持快充，这个怎么按？这几个可能都有电。他不支持快充，主要是。我也不懂这玩意儿。哪收来的？刚才在才收的。刚才才收的？他没有快充技术啊，这都没有快充技术啊。你想这玩意儿不？你那玩意儿就不行。不不不，我要快充的电路板。这往这玩意儿我一窍不通。一窍不通啊？一窍不通。能卖钱就行啊。哎，对。对吧？不给我钱不让拿走。嗯。不给钱不让拿走。你上班去，吃完饭去上。现在那干嘛都不好干了。不过你们还挺坚持的，城管抓跑了，又跑又回来了。啊，你说我们啊，不跟他打游击怎么办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游击队。有道理，对，有道理，对。这收音机没有需要的，奶奶。好嘞。啊，没有需要的啊。那他需要有二十啊。那行行行，好嘞。好嘞。全套带包装盒子的游戏机呢？就是蓝红白机啊，日本任天堂啊，好像不是。哦，不知道是不是来太晚的原因啊，没看到什么好东西。这个假发，女孩子喜欢的假发。这个车载冰箱，夏天出去玩，这个车载冰箱还是可以的，冰个矿泉水、饮料之类的。有东西只是我用不上，十来块钱一个，几块钱能砍掉的价格，你买个新的五六十块钱，对不对？用不上没办法。这是一个锅，军鞋，这种解放鞋很有年代感啊。现在口罩不值钱了，当年口罩价格炒得挺高的。哇，那个小米电视机啊，这电视机多少钱？200，还能看吗？嗯，妈，这怎么卖了？3块钱一个。32寸。32的。有点小，小了点。啊？你怎么看出来？啊？眼睛没有。小米最小的电视机就32寸。这后头一来开始。嗯。哪年呢？这上两年吧。它挂在墙上的这个，对，这咱没有年，哦，22年啊，22年3月15号，对不？22年3月15号，看这个 logo， 这个合作店22年3月15号，这看哪个？这是2017年的，哪写的？这呢？2017，有点老了。
那这个它是什么意思？这应该是被一个人给修过了，然后没有，就撕开无效嘛，不让你撕。这个硕硕电子不是小米公司的啊，这等于卖的时候是这个点卖的，不是，是这点出的，这个点出的，这个点坏了，然后找这个公司修的，啊、然后再您再弄回来了。哦，啊，你看这样一个情况，一七年有点老，2020年就好了。2020对。一七年那个装个软件都装不上，装上就卡机，但是当显示器绝对值啊。这个无人机啊，没有遥控器啊。没好玩意了。